自八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客机失联事件发生以来，上海海事局根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总体部署，积极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昨天，记者从上海海事部门了解到，我国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海事巡航救助一体船"海巡零一轮"于昨天晚上的12点启程南巡。此次出发之前，"海巡零一轮"也特别装载了最先进的水下扫测探摸设备，比如说水下机器人、黑匣子探摸设备等等。在巡航过程中，一旦接到了上级部门的指示，将立即开展后续的应急救援。师傅，救过来，抓住位置。晚上10点，吊机开足马力，开始尝试将装有水下机器人的集装箱往船上吊运。不过，由于海巡零幺船体较大，这台吊机无法将吊臂伸至指定位置。1个小时后，一台更大型的吊机开来，船员们重新将钢索固定上吊机，再次尝试作业。下一步呢，把上面的线脚绑到钢丝的这个琵琶头里面，钢丝琵琶头。吊机再次开动，在近10名船员合作努力下，集装箱被固定在船上指定位置。打开集装箱门，记者看到了这部水下机器人，它身上的6个螺旋桨保证了其位移的精确性。这部机器人配备光学和声学两套成像系统，无论水质是否清澈，它都拥有成像能力，下潜深度则达到了600米。这是用来最终确认这疑点目标到底是什么属性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可以替代一个潜水员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因为潜水员在水下的一个工作的范围是有限的，对，没错。船长江龙表示，海巡零幺轮在南巡航行过程中，一旦接到上级部门的指示，将立即开展后续应急救援，对航行的安全有很大的保障，对海区气象气候条件我们熟悉，对整个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也很大的帮助。晚上12点，海巡零幺起锚出发，预计13号傍晚10分抵达海南省待命。除了水下机器人，海巡零幺轮还特别装载了黑匣子探摸设备等先进的水下扫测探摸设备。昨天下午4点，在五号沟海事码头，记者看到海巡零幺轮正在做南巡前最后的出发准备。从海事各部门调集的各种先进设备都通过吊装转移到船上，这些设备中包括了水下摄像机、潜水员减压舱、3套声呐设备、专门探摸金属的磁力仪等，这些都是用来进行水下扫测探摸工作的设备。这个叫水下定点声呐，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监控我们潜水员的整个行进的路径，还能呢发现我们水下的一些残骸，你比方飞机残骸啊，主要的功能呢是一个探测和监控的功能。此次海巡零幺轮专门携带了一套专用的黑匣子探摸设备，也叫做水听器。别看只是这么一个手持式的设备，一旦将另一个小巧的探测端放入水中，就能通过听到的声音探测到飞机黑匣子发出的信号。海巡零幺轮是我国首艘5000吨级的海事巡航救助一体船，总长128.6米，续航力大于10000海里，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处理和运输综合指挥、海事监管、人命救助及夜间搜寻能力。记者谢倩、陈俊杰报道。